吼，系啊，真的。哇，刚才咱的朋友安尼播个声在吹，系的，互恁事业拢会当大发挥安尼吼。诶，感谢恁的播个声的鼓励，互恁买楼啊厝过来合铺地，安尼表示节目互恁欣赏落去到地，会当安尼感觉非常之爽爽爽。个美丽，哦，送个美丽啊！哦，我是讲，咱代代子孙嘛，当来做总统啊！你若想要选，拢总有机会啊！我当然啦，对无？人有梦想，水美梦想水，男生女生配，左边右边配，哇！对对对，真的，看你要怎么配都行啊。对对对，你要配那个有心的、无心的，会赢的，会赢。自由啊！哦，对所以自己想要什么都可以。哦，哎呀，只要你喜欢，爸爸买给你啦。不是这样讲吗？对，啊，爸爸讲的不是安尼啦。啊，对，爸爸是讲只要还可以，什么都喜欢。我都喜欢父亲节的时候。哦，父亲节的时候。对对。哦，那么就心甘情愿的呢。对啊。今年都无强迫的，有无？对对对，不是清明节就好，是父亲节。哎。爱父亲的对吧？要父亲。讲到父亲节，嘿，妈爸爸有无心内不舒服？啊。像你讲的安尼，一直我。啊，父亲节你得相对母亲节啊。对啊。哎，母亲节大家拢去吃龙虾。父亲节吃到无半下，真少到屁肉啊咧。哦。啊，话搁讲倒转来，即个三七公啊啦，你扛不累啊。一个做医生的啦，啊一个做律师的啦，啊一个做建筑师的啦，拢师的呢。对。对无，三个囡仔拢栽培到安尼非常的优秀。哎呀，介老师呢，也唔输真多，对无？母亲节的，哦，拢食两个，啊，着恁爸着，嗯，走到无半个，当初是若无恁爸一个，明仔生三个，才优秀对无？伊安尼讲做有理的咧，不管人拢爱讲，咱教练讲有理。所以爸爸永远都要父亲节。伊讲，哎，无听到咧。你有听到吼？爸爸永远都是父亲节。我头前啊，我讲的头前啊。头前我无听。人有一句话在讲啊。什么？系啊，人教练讲有理啊。人教练讲有理，系啦。啊，就是爸爸嘛，足伟大啦，无一定爱父亲节尔。所以爸爸吼，那父亲节的时阵有无？免去吃两个，查某加叫几下就好。哦。啊，爸爸舒服些。哦。啊，当然对无，三不五时爱换新换新。可以。对无，嘿啊，那个底部人无共人，系啊，结果就无共款啦，好对不对？啊，每一个查甫拢会安尼想啊，对无？迄人是我某婆，最想要娶一个细姨的，哦，电视拢在讲咧，到来我某听到我一边，钱在人面无着，变做孙子就好啊。哎，红的只笑到安尼呢，伊有想啦，所以宿命吼，早一日，十月早一日讲啊，无娶细姨未煞啦，你敢知影是安怎？迄注定双宝命啦，无娶未煞安尼啦，嘿啊嘿啊，啊啥十月早一日讲你敢知？伊像安尼本身嘛想要娶啊，十月早一日讲爱娶，哎，有诶真正安尼呢，迄注定双宝命呢，无法度。吼，迄真正是一定爱啦，爱娶大伯细伊无较简单嘞，就安过年要搁搞啊，对无？对啊。迄细伊就煮一只，迄个煮煮一只鸡吧，食鸡啊食鸡，人是一夫配一妻，结果伊是甲人公鸡安尼啦。哦。有啊，这个某就煮一个迄个。有够分丢诶。嘿，这个大伯煮一个迄个孙。很会分享。孙官弟康好无？食孙啊，食孙。迄落大，迄落食诶，食笋啊，食笋，这是大家煮的啦。大家讲食笋啊，食笋，大小拢爱吞论啊。哦。哦，啊，这个翁哦，会娶大母婿，迄种原因的啦。炒一下青菜有无吼？食菜啊，食菜，大母婿伊我拢爱。哦。嘿啊，这大官嘛真厉害呢。真的。团圆饭啊，啉个酒对无？非常团圆。嘿，真爱啊！啊，啉酒啊，啉酒啦！我老细敢若一条两个咧讲家酒啦。淡薄仔酸酸啦，因爸嘛想要买啦，系啊，可以吼，迄个命格啦，讲带双某命，真正吼，无错未错，哎呀，很棒吼，系啊，啊，迄个查某的就唔免啦，早娶晚娶都要娶，啊，对，然后但是吼，娶细姨可能会较无用一丝啦，哦，娶某无用一天，娶细姨无用一世人，因为。哎，结婚啦吼，阿姨娶过，伊才有经验啦，我哪知？哦，分袂白啦，袂啦，嘿，一三五二四六，阿礼拜休困啊，有过人之处。迄报纸有刊有无？电台嘛，我咧广告。看来都没有阻挡到你的进攻路线。对，一切哈都是在计划之中啊。当然。都跟他赞美你啊，咧给讲的哈。来，今日跟咱的朋友做一下邀请，请他来对面的。哎，对，我们尽量移动。来。部分我们来，哦，都把那开发站旁边，那边车子在经过哦，小心一点。啊，我叫哈，那个志工啦，嘿，
免费志工哦，志工不了的免费，这样也给你看守啊呢。对，哎、欸、啊，贵重物品要带在身上哦。对 对, 對。那个停车场弄，你还叫停车话费去呢？啊。还无诈钱去，佮无倒出来啊。现在都要支付宝啊，什么刷卡有的没有，我够费气的啊，哎呀，这边蓝配，Line Pay，Apple Pay，可是现在悠游卡真的是连那种都可以，都可以，悠游卡可以，现在悠游卡是一个，我有一次也是这样啊，我朋友啊，辉哥姐姐也没当当的呀，叫我刚才刷卡。对哦，啊，不变啦吼，啊，无倒啦，时代的潮流咧进步就是安尼啦，电子化的时代来啊吼，大家要小可学习一下，学习一下咧哈。来，我的妹妹唱歌好听，加加个水哦，谢谢，继续安排。好，来去拍一下，来去拍一下，刚才我的小飞，谢谢。热情的